都说一起去旅游可以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。下飞机后突然很不安，我突然忘记家里有没有反锁好门了。放心吧，有没有关灯？关了，水龙头也关了。你看我拍的照，插头我拔了，灯我也关了，水龙头也关了，现在可以放心的玩了吧？他还会记住我随手转发的东西，甚至我自己都忘了。到了。啊，在哪？你直接转发给文家的店啊！你说有机会就要试试，机会这不就来了？不是，我都忘了，你还记得啊？我一直记得。来，专门给你调了个调料，你不爱吃麻酱，多上了多香菜，是不是这个味道？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他呢，还很靠谱。我忘了洗面奶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永远相信我。嗯，我看你家里那只快用完了，给你买只新的。我看别人都说这个 HBN 洗面奶好用，试试。泡泡好多，好舒服呀！泡泡多才洗得干净啊，而且没有三重氨基酸加三重舒缓植萃，可以深层清洁又够温和。嗯，洗完脸很舒服啊，水嫩嫩的，一点都不紧绷，不错，加入我的回购清单，真的。他还经常有 Plan B， 我肚子真的很不舒服。我就知道，你一个广东人来重庆很容易水土不服的。啊，没关系，吃太多火锅了。我带了，然后吃完肚子就好了。你真的很贴心。我是谁啊？放心好吧。一起旅游让我感受到他的细心、靠谱，还有满满的安全感，让我再次确定他就是我心中满分的人。